等我现场。不能惯着他，惯着我不可以吗？你惯着我那行吗？我想要十个。你看我这种才叫红，这种才红，好嘞，要有行动知道吗？学会了没有啊？要行动哈。行，我来表演一个壁咚吧，这样怎么表演一个壁咚？那肯定是喝多了。别走啊！听我一下，这边。别问他，别看到我，那我鼻子疼，鼻子，不会啊，还好吧？哦，好痛啊！没到十秒吧？说十秒就是十秒啊！我言出必行，快点！操控者，然后，我亲一下，我亲一下，来！哎呀，太快了，快点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不够吗？你不要咬我，快点！哎，这细小壳可好，这个细小壳可好好看。你好好亲一下，快点！可好看。嗯，既然吵架都没好好亲一亲。嗯嗯，回家再慢慢亲。那种不顾一切冲上来吻我的那种感觉，你想不想？我想体验一下，就是你那种你不顾一切来吻我。该下喽。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。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，苦苦等。我说我不能。这不是等到你啦、啊？嗯，还好等啊。对啊。新年快乐，我的米儿。快乐，姐夫。恰恰，你哪里最舒服？恰恰跟我说说。亲我一下，没在一起就太舒服了。亲下脖子，翻了我操！我们快了，我们快吃完了。哎呀，不要把我删了，这个。对方。
这胳膊给我，谁还没有了？年轻吗？那不行，我老公不太方便出镜呢。太诱人了，我可没掰你。是你太诱人了，对啊，那就是你自己自我攻略的，我又没掰你。你太诱人了，你怎么这么诱人呢？嗯，你干嘛呀？你没有躲呀？你咬我耳朵。啊！痛死了，痛死了。我也痛啊，打我头很痛，不能打头。我妈说打头把别人打傻的，你本来就不聪明了，你还打我头。那咬咬那么重，咬我的耳朵，啊，好痛啊！啊，不咬了，不咬了，不咬了。哇，你家里回复一下。妈的！没事没事，错了错了错了。咋了？开车。皮哥，可以来个舞蹈。我看我吃，你还好吧？一起吃，一起吃。啊！干嘛？这是干嘛？干嘛？你干嘛呀？我不懂，我问他干嘛？来。开始吧，家人们，有人气票，丢人气票，最后三分钟可以丢免费的人气票了。我都不敢，不敢过去。快过来啊！我在这里啊，我不会对你怎样的，在直播呢。别干嘛？哎呀，干嘛？不要这样，别说话啊！你不能发出声音。那你压着我，能不发出声音？不能发出声音，不然百分之百台。说让我和床板打 PK。对，输了你下播。哎呀，输了你下播。输了你下播，对，我下播，你开始跟我下不了一点，开始跟床板打吧，跟床板打吧，我俩先干事这事去了哈，家人们坐坐人气票哈，太侮辱人了，他们霸凌我，对啊，他们霸凌我，家人们，你为可以帮我叫喊大哥吗？可以帮我喊一声大哥吗？哎呀，他们霸凌，他们在床上干什么呀？是他的纯爱呢，老公。等会儿你出去，我顶个大草莓出去，那很不好看。别整了，不是我好难受。别，我床在动。该出声还是不该出声？哎呀，你肯定不能出声，傻逼。哎，你说的话。嗨。你们速度好快呀！是，那只是刚开始，还没开始呢。对呀、啊，还两分钟，家人们，人气票快丢吧！哪有你快啊？你有反应了？啊？是不是有反应了？我摸一下。不要太荒谬，这。家人们有人可以举报一下吗？有人能举报一下吗？谁举报？别影响家人打人气票。没有举报。别影响家人们打人气票，好了哈。家人们，长板文学给你们安排好了，回去吧。光听